生了什么事情？特意来看的吗？接一下木婉舟。来接木婉舟。美国政府已通知华为的部分供应商将会进一步收紧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的条件。煤矿工作者的一个刻板印象，完全我们过去的印象都颠覆。对对对，用我们的人工智能调整，这样的话呢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到现场来看这个事情。特朗普也帮到我们的忙，他们给我们的压力导致我们更加的团结。你们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可以那么拼啊？我们有机会跟全世界一个顶级的软件公司、顶级的生态公司正面的竞争。我愿意留下来和公司一起共度难关。真的像老板说的是，因为这些事情一下激活了整个队伍。我们的三分天下就是在生态的这个建设上面，苹果、谷歌、华为，第三个就是我们了。对，以后继续被制裁的话，你怎么想？华为是不可能失败的。